網友要我講呢單嘢咧，就話説咧，工黨咧就前兩日毛鄧鄧派咗100個佢哋自己嘅黨員走咗去美國嗰度幫手總統競選，仲要係幫阿何錦麗去拉票。點解？咁呢單嘢本來咧都冇乜人提嘅，直至到咧共和黨咧 Donald Trump 嗰邊咧就有人踢爆佢出嚟話：喂，有冇搞錯？你揾啲英國友、英國佬外援。做乜事啊？啲咩事先？而家我哋屋企選話事人啊嘛！你走去大西洋對岸嗰度揾個英國揾百幾條嚟幫拖曬馬，而家即係咁樣樣，好嬲啦！咁啊，梗係嬲啦 ！Donald Trump 嗰邊，咁啊，而呢100個人咧，仲要係即係有立場嘅喎，佢就企咗喺阿何錦麗嗰邊。嗱，照道理上咧，嗱，我對於呢個國際政治好淺薄嘅認知啦，就係你英國先啱啱選完呢一個首相，咁你而家就等緊美國11月大選嘅時候，係咪11月啊？11月5日啊，11月5日係咁清楚嘅。咁啊，啱啱睇新聞。咁啊，佢哋選完之後，邊個做你就要同邊個打交道噶啦？佢邊個上你都冇理由係可以話事噶嘛？你冇任何嘅決定能力噶嘛？呢方面唔關你事嘛？你係英國人，佢係美國人啊嘛？但你做乜鬼嘢派咗100個人過去幫阿何錦麗去助選呢？係咯。咁啊，喺 Twitter 裡面咧，即係而家 X 啦，阿 Elon Musk 咧就非常之憤怒，因為 Elon Musk 就撐阿 Donald Trump 噶嘛。咁佢就仍寫咗一個 tweet 出嚟咧，就話咧呢件事係犯法嘅。咁我唔肯定呢件事係咪犯法啦，所以我係周圍去揾報道去抄資料。咁根據 Telegraph 咧 ，Telegraph 犀利，呢單唔使俾錢啊，你免費攞去睇啦，咁啊嬲啦。好咁啊，咦？點解睇到曬全文唔使 login 嘅？咁啊，免費攞去睇啊呢單。咁話説咧，據報道咧就係工黨咧派咗100個現任同埋前任嘅黨內工作人員去咗美國，喺啲搖擺州份裡面咧就幫民主黨咧係助選嘅。大家如果對美國的選舉有少少認識，你都會知道咧，佢哋其實選嚟選去咧，都唔係成個美國50多個州去選噶嘛。最緊要係幾個搖擺州份，其實係主導曬成個選舉。嗰啲搖擺州份中意邊個咧，其實就邊個總統嘅當選嘅機會係啦。佢哋當選嘅機會咧就最大，所以咧所有嘅競選資源咧其實都係最集中於喺啲搖擺州份啦。咁工黨就派咗100個人走去嗰啲搖擺州份度幫何錦麗咧就助選。咁呢單嘢點樣俾阿侵侵嘅團隊發現嘅咧？冇理由佢哋走去嘅時間係走去打電話俾阿侵侵，喂，我而家派100條友嚟幫對家啊，咁你準備問佢需唔需要？準備迎戰啦，咁樣唔會噶嘛，係咪？咁原來咧。就係咧，工黨咧，就佢哋裡面嘅人咧，就喺 LinkedIn 啊，即係一個係求職人士專門用嘅一啲社交媒體啦。咁就喺裡面咧出個 post， 個 post 係咁樣寫嘅 ：In now deleted post on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已經 delete 咗㗎啦呢個 post。咁咧 Labour 嘅 head of operation 咧就寫咗話：我哋咧而家有100個工黨嘅成員，就同埋即係現任啦、前任啦，就去緊美國嘅助選，就幫緊呢一個搖擺州份 North Carolina 啦、內華達啦、Pennsylvania 同埋維珍尼亞呢啲州份咧助選嘅。咁咧我咧而家就10個空缺嘅位咧，可以俾任何想加入 Head to the Battleground 加入戰場去幫拖嘅，例如係 North Carolina 啦，我哋咧會幫你安排埋住宿噶啦。哇，係！有埋住宿，即係你抌錢過去嘅喎、哦。我想問第一件事，我唔理你派咗幾多人過去，嗰啲住宿啊、機票啊、嚇、飯錢啊嗰啲啊，邊個出嘅先？羅大尼，定係英國納税人出嘅？即係你而家波飛事件咧，搞到興沸騰騰咁樣。唔該，你解釋一下啲資金來源係乜嘢？喂，仲有第二樣嘢，就算係羅阿尼俾你一樣出事啊？點解？因為喂 ，Lord Ali 就算俾嗰啲波飛又好 ，Taylor Swift 演唱會咩都好啦，喂，嗰啲係 for 你自己喺英國裡面競選同埋英國裡面嗰啲辦公室事務嗰啲資金嚟噶嘛？你而家係貨金俾佢去干預人哋嘅選舉喎，即係點啊？即係而家我打 Call of Duty， 咁我貨金落呢只 game。但係咧就唔喺呢隻 game 裏面買武器嘅，就係去第二隻 game 嗰度買武器嘅。你明唔明 sense？ 你有冇見過啲咁樣嘅 game 先？我就未見過啦。咁喺8月2日嗰陣時咧，佢哋啲工作人員仲收到個 email 咧，就係問喺黨裏面有冇人願意咧跟隨佢哋一齊去美國，就幫助我哋喺個海洋嘅彼岸嘅一個朋友去競選成為女總統。即係你好有立場。
好有預謀、好有組織咁樣去做呢一件事啦。佢仲要咧個郵件裏面咧就補充話，等我哋咧向嗰啲美國佬展示我哋係點樣贏到選舉。哇，係！自己真係好巴閉，真係好話要你教添啊！而家原來，哇！即係你贏得好光彩下噃，原來我真係唔知喎、啊。你係咪過去教人哋講啊？過去保守黨十四年嚟嘅執政係嘛？定還是係教人哋個總統咧，要係攞波飛去睇呢個美國嘅 rugby 美國嗰啲咩 American football 係係啦，或者美國睇 Taylor Swift 的而且確係平啲㗎，因為喺本土嗰度啊，唔使坐飛機。唔係啊 ，Taylor Swift 係撐學咁嚟噶嘛，係咪都免費的？哦，我知啦，我知道個100个人嚟做咩啦？拗演唱會飛啊，根本係你橫掂都係撐，嗱你又撐，我又撐，大家一齊撐，好嘢！咁跟住就睇演唱會啦。咁其實呢件事犯唔犯法啫？